今天要来做一个澄清，很多粉丝在我的留言板下面留言，接这个业配啊，这个洗面乳啊，到底是真的好用呢，还是作效？告诉你，用完了，用完了，这么大一瓶哦，然后这一瓶也快用完了。老实说啦，有用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持续使用之后呢，它真的不是盖的。洗脸是做所有保养的基础，76，它为什么叫76？就是里面有76%的保养成分，两个月的时间吧，这两大瓶我已经快用完了。同时呢，我也在告诉 TRUU 的厂商了哈，不可以缺货，而且我已经快用完了哦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我使用的感想跟心得。不管你用多好的保养品，没有做好清洁的话，一切的保养品只达到一半的效果，因为它不吸收。那 TRUU 这一瓶洗面，它完全不含皂碱，都是保养成分。洗完之后，你的脸也不紧绷，很舒服。就像洗脸同时兼具做保养，有时候真的很累。我洗完脸，甚至会直接睡觉，隔天起来我的皮肤也是一样有光泽，不会觉得好像前一天没有上保养品快补救啊，因为它已经帮你做好了基础保养。前一阵子去接了一个古装的东西，好死不死没有带卸妆。我同剧的一个演员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带卸妆产品？”我刚好没有带。结果呢，洗完澡一出来，我用76洗面乳加上洗脸机卸得一干二净，而且我把它借给我同剧的演员用，他也说这个这么好用。就是你介绍的那个吗？我说当然是啊，不然我每天用干嘛？它真的很好用，我没有骗你，就是真心推荐。是业配吗？当然一开始是业配，但是我现在呢已经完全的依赖它。我如果现在讲有一句假话，再也接不到业配。这个洗面乳我会用它用到厂商不出货为止。让我们洗一周来看看效果咯。哇，这是我的皮肤，好白好亮。还记得一个礼拜之前我的肤况吗？我肤质是越来越好的了。